们再标定一下。标定的话，首先标零，标零的话，先确保你这个城市传感器上面是空载，没有任何物体的啊。然后等到它这一个信号值数值稳定了，我们按一下确认，就标零。然后标完零之后需要标重量啊，那这个时候就把你的标准砝码放到你这个城市传感器上，或者是承架上，然后按一下设置，设置一下你这一个传感器的重量。这样，我这个传感器是一个两公斤的，我的砝码是两公斤的砝码啊，然后我就设置两公斤，然后确认。那现在就标定完成了。